我的名字叫黄志宽，我是18岁组的网球选手。然后我觉得我妈像你们知道宝可梦里面的百变怪吗？我是许仁真，然后我妈妈是我最强的后盾。我是吕佳莹，我的妈妈像月亮一样。我是吴凯安，然后我觉得我的妈妈像是我同学。我叫曾子莹，我觉得我妈妈像一面墙，因为每次看到她，她都留着不同颜色的头发，而且身上也都是不同的造型，所以我觉得她这点非常像百变怪。她会帮我洗衣服、晒衣服，然后会帮我洗碗，让我回家的时候可以很认真的读书，然后在外面的时候可以很认真的练球，不用担心家里的事情。因为早上的时候都要训练，所以回到家的时候都是晚上，妈妈才会像月亮一样出现。开心或难过的事情我都会跟我妈妈分享，虽然她对我很唠叨，很爱担心一些小事情，她就会说那边那个衣服你要去折一下哦，然后或者是我要比赛了，然后她就说运动饮料有没有买，然后水有没有喝，然后赶快去热身了，不要再拖拖拉拉。因为比赛出国就会有时候会要申请经费，很多程序都是她在帮我们跑，然后以前小时候报名比赛刚开始还不会的时候也都是他帮我们用，然后跟教练联络也都是他来用。六日回到家的时候，妈妈也常会煮饭给我们吃，然后因为他是英文老师，所以也常常会帮我们上课，然后也都会要求我们要自己去自律去学英文。伤心或是开心的事情，然后都会很耐心的听我分享，然后也会排解我一些比较心情比较不好的时候，然后给我一些正面的回答。老实说，我觉得我妈的心智年龄不高，就在家里常常我们会一起看动漫，现在有在看一部叫做《肌肉魔法使》的，然后那部真的很好看，我跟他常常都一直笑。他有的时候也会跟我玩同样的手游，所以其实在家跟他相处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。谢谢妈妈对我的付出，就是生病的时候带我去看医生，然后带我到处比赛，接送我练球。他平常真的都很照顾我，我有的时候练球受伤，就算是一点小伤，他也感觉很着急。所以我真的想要跟我妈说，妈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有的时候一点小事可以不用那么的着急，然后就谢谢你那么照顾我。妈妈辛苦了，母亲节快乐。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付出，我会好好珍惜，然后我爱你这样。妈，母亲节快乐。妈，我真的很爱你。很感谢妈妈，母亲节快乐。妈妈，我爱你。很谢谢妈妈，然后希望她可以多休息多运动，然后注意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，然后每天开心。妈妈，母亲节快乐。